酸菜，菊宝，你别冒充酸菜，我喊酸菜呢。你是老谈酸菜啊？闪闪，婷婷，你一直在蹭啥呢？啊？灿灿，灿灿，哥哥，走，往前走。我去，又把水碗给踢出来了啊！呜、哦！哎，英俊，哎，英俊，我一眼就相中你了。Oh no！ 这不过节了吗？然后给你们买点小领带、小领结啥的小装饰品。现在离过节还有一段日子，然后咱先陆续的穿上、戴上。啊、哦，看看小领带好看不？哇塞！戴上领带，哎呀，多渴望！来，站起来。嗯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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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咱们都试试。我就带了两条小领带，看谁脖子粗，谁脖子细都能戴。我都戴了、啊、我给你们看看啊，看看戴上了、哦、然后这是另一条领带，你们戴上领带肯定比我好看，当然了。嗯，我先给英俊，英俊，英俊，你戴吧，你戴领带不仅帅而且还有喜剧效果啊、哦、哎呀，我英俊答应了，看来你是行家，年年戴都有经验了。英俊戴上了，哎呀，一看就像高中三年级的。嗯，我离远点，中午不还挺好的吗？怎么又打上了？中午哎，木头沙的。菊宝过来，过来，金疙瘩和金果果，但是你们不敢进呢。哎，对，你看胡英俊来看你们来了，让你们看看，透过橱窗看，英俊是模特啊，挥舞领带的男孩。英俊，你们怎么走了？英俊来，英俊，嗯，对，走过来。我发现这个领带确实很大，你说我这脖子都能套进去，英俊那个脖子一套还显得有点松呢，有点晃悠。英俊，你瞅着菊宝就想那什么和你合张影，你就给菊宝一个面子，然后菊宝给你5毛钱合影费。你看英俊戴上领带之后步伐可自信了，哎呀，都敢走黑道了，他黑白两道通吃嘛。看看英俊的帅已经无处藏身了，那句台词怎么说了？你就像那夜空中的萤火虫，到哪你都隐隐作痛，不是隐隐发亮。看看大家都跟上，英俊戴上领带之后他走的就是模特步，也就是猫步，你们都跟着学一学。哎，英俊终于接受媒体采访了是吧，拍照采访提问。英俊，请问你的领带是什么牌的？英俊说，这领带有牌吗？我是从上面我都没逮着牌，就是有点歪了，等一会儿啊。这虽然我是你的千里马，不是，我是你的伯乐，专门负责包装推广你，李宝早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对你崇拜和嫉妒的心了。为什么每次表现又帅又酷的机会都让英俊给拿走，对不？为什么帅的总是他？为什么呢？我得看看李宝的表情。对，我看看你俩现在属于一个男一号一个男二号啊，男二号有点嫉妒男一号的穿着，所以他是不是想使点坏？
拖胡英俊下水呢。嗯，下边也没水，都是旱地啊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酸菜，啊，酸菜咋了？啊，这个罐头，这是你主人给你新买的罐头啊。然后我们拍完这个时装秀之后，给你开开，让你尝看看，你吃不吃？你要吃了，主人就高兴了；你要不吃呢，那别的猫吃吧。嗯，英俊，英俊，你以为这罐头是你的代言费呀？啊，看这俩天猫对英俊多么的崇拜。英俊，你看这居然有一些那个明星的脾气了。必须的，都不用着急，挨个试试啊。独帅帅不如众帅帅。哎呀，我这领带有点那什么勒得疼，我得给摘下来了。我再找只猫啊，和英俊一起秀一下，带着领带秀一下啊，别着急。